十八拜，一心观礼，灵山会上，倾城佛会，授予大圣无量寿经，主以弘扬净土法门。现在都率内院，当来三会龙华，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，福德无边，弥勒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几个大菩萨，最后一个是弥勒，当来的佛，现在正在兜率内院啊。先是虚老，在广东遇难的时候，肋条骨打折了好几条啊，大家踢呀。所以我们受一点折磨，我们想想这些人，想想诺那祖师让达赖关起了土牢里头六年，给他吃毒药，想想虚老，他们农民把虚老装到口袋里头用脚踢，肋条骨踢折了多少条，受那个冤枉，说他是地主，庙里也有点甜嘛，于是就拿他当地主对待，斗争啊。我岳父给他治病，觉得是感冒，很快就会好的，后来才知道是肋条骨断了，终于还都治好了，也没有动手术，就吃药吃好了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这是虚老，他在这病的最沉重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，他到了弥勒净土。现在这一段记载得很详细，他还记住了弥勒菩萨说的偈子，他亲自到了兜率内院，而且看到熟人，有几个熟人把他领了，给他有座位，让他坐下来听弥勒说法。说完法之后，弥勒就跟虚老说，你还得回去呀。他说，我不回去，弟子太苦了。弥勒说，不行，你还要回去。他回来之后，果然是有很重要的任务啊。当时大家打他，有人就问这个和尚，为什么这个老和尚是打不死的，就想打死他。他问为什么打不死啊，他们就回答，老和尚为众生受苦，为你们消灾，是打不死的。他们听得害怕了，给他坐到东边的从头数第三个空位子上，阿难当维诺，在兜率内院里头看见几个熟人，里头有几个和尚，还有子伯，明朝子伯他都看到了，讲唯心实定，还没讲完，弥勒就指着虚老说，你回去。他说，弟子业障深重，不愿回去了。弥勒说，你业障还没了，业缘还没了，必须回去，以后再来。后头还有很多句子记不清了，还另有开示，他没说，保密了，大概说的是将来呀，还有种种的。虚老回来之后，
第一个任务就是当时在广济寺开会呀。这回头再说，今天不说了，以后再说。我们弥勒是在灵山会上，佛在灵鹫山说法，我们简称为灵山，亲承佛会，亲自承受佛的教诲，受到佛的嘱咐，把大圣无量寿经交给弥勒，叫他继续弘扬，嘱咐他呀，要弘扬净土法门呢。弥勒是承担了在法上这样的大事因缘，现在都率内院，都率是都率天，都率天是欲界天，所以有很多人是上都率内院去见弥勒，到了外院就迷惑住了，到了外院看那个欲界天呢，这个男女呀，这些情况啊，他的欲心呢起了，因为那比我们这个更能够动人呢，他更美呀，所以就进不了内院了。但是弥勒他在内院呢，都率天在内院，到内院是个道场，现在弥勒就在那儿说法，有很多人都在那儿，那儿是一个道场，等于是在天界的一个净土，所以你要求生弥勒的净土，都率内院，也不退转呢，将来就随着弥勒一起来。三会龙华，他用三会龙华呀，弥勒他的福报很大，来的时候人都是8万多尺高，人活8万多岁，东西都是自然就生长，一点儿不需要劳动，福报非常的大，因为弥勒是大慈啊，慈就感受福啊，慈是让人家欢喜呀，所以得的报福也最大，大福弥勒。现在有许多人跟佛结了缘，始终没有能够度脱，最后都是弥勒菩萨包干，全部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得度。三次会龙华就是三次的道场，所以弥勒不是像释迦牟尼佛娑婆一直在说法，就是三个法会就把这个可以度的都度尽了，他就完成任务了，所以三会龙华，所以大家说我们都是龙华会上人呢，就是指的这个事情，那个没有成功的在这个时候等着弥勒来度，这可是要知道，我这个算过这个年可是很大很大的，也很长很长啊，不好等啊，将来怎么三会呢？你将来也都来帮助弥勒菩萨弘化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这16个大弟子都是佛的视线呢，过去都是成佛了，像须菩提他们都是佛啊，视线呢来助佛的弘化，所以他才能提问题，
能问问题。许多众生，那个根器，他想不到这些方面啊。《金刚经》，须菩提问的问题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是很妙、很好的问题呀。所以就是说，什么人能报佛恩呢？两种人，一个是善问呢，问得好，会问呢；一个是善答，但是善答在第二，善问摆在头一个。什么人报佛恩？头一个是善问。三会龙华就度尽一切众生，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这跟释迦牟尼是一样的，福德无边是弥勒的特点，福德是无量的福德。弥勒菩萨现在还只能称菩萨，现在称为弥勒佛是错误，是未来的佛，现在只能称菩萨。底下，在这个大会，亲临这个会，在会上的这些大菩萨，指出25位。南无阿弥陀佛。